再来要提醒咱的乡亲士大，出门一定要来挂嘴安，除了防病毒，嘛来防垃圾空气。根据着环保署的资料，一月份全台湾的空气品质，伫个真侪地点，拢来出现着红色的警示，也则是伽马色的提醒。尤其是高雄甲屏东16个监测站都有7个，无甲一天是青灯。啊，这个大量的霾害，甚至足足一个月拢真严重，拢无适合出外去活动。地球公民基金会出面来呼吁，讲这个环保署应该好好啊来检视目前中央甲地方防治空气污染的方案，而且这个重点应该放伫个源头，要安怎来减少污染？工业区的废气车一台对一台，准准的白烟为真悬的烟囱冲出来，进步都市工业化的机器，工业重镇带来经济效益，淹过空气嘛，造成污染。31天里面没有一天是绿灯的这个前进区，我们装3个月就可以黑成这样，呼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就靠我们的黏膜、鼻纤毛等等。那如果没办法处理的，就堆积到我们的肺。水用说明书建议讲半年换一摆，淹过干那到3个月年都已经差真济啊。环保署伫高雄屏东16个空气品质的监测站，数据显示2021年的元月份，像前金、复兴、小港、大寮、林园、潮州、枋寮，无一天是青灯。其中大寮站1个月就6天是红灯，10天是甘麦色的，其他15天拢是黄灯的状态。并不是不可以补助，但是是怎么用？这个钱是不是用对地方？有没有对地方产生什么样的排挤？其实，在很多资料是看不出来的。中南部空气污染真严重，地球公民基金会要求环保署咨询的公开，像空污基金的运用管理，还佫全面检讨空污费的征收，加严管制排放大号。现行的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的费率至少应该调高4到6倍，这个还不包括我们很多医界的环保朋友在说的健康的成本。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高危险群像老大人、敏感体质的，也是有心脏气管疾病患者，建议留在厝内，出外时一定要挂嘴安。一般民众尽量减少室外活动，若是伫室外做事的人，一定要挂相当的防护工具，看进行调整活动的情形。